嚟緊五年是香港的黃金機會，更加需要我和你團結起來，祝願香港和香港的青年人更加可以發揮他們的所長，更上一層樓。咁亦都祝願香港喺25週年咧，我哋會有更美好嘅未來，更有活力，更有機遇，亦好相信喺李家超先生帶領嘅新嘅政府咧，會帶嚟一個更美好嘅香港俾大家嘅。祝願新一屆政府帶領香港人，我哋可以快啲疫後恢復，快啲可以出關旅遊。祝願香港嘅年輕人可以揾到更加多嘅發展機會，而僱主亦都可以揾到佢哋啱嘅人才。我祝願香港嘅年輕人 embrace challenge。克服困難，勇往直前，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香港。祝願香港創新篇章，你和我們團結前行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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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